将近200年的发展史，就是人类梦想不断实现的历史。今天，全球汽车产业格局正全面重塑，创新技术融合推动新模式、新产品和新思维的诞生。智能、网联、电动化，由概念转入应用。巨大的产业变革催生着全新汽车文明和理念。今天的汽车是文明的使者，是人性的追求。今天的汽车生活是人们所能理解和感知到的一切美好。2018科技革命浪潮涌动，东风顺势而为，勇立潮头，不断自我革新，引领汽车工业精进之路。奋进新时代，开启新征程，高质量发展远比高速度增长更重要。东风，一个为用户提供全方位优质汽车产品和服务的卓越企业。始终坚持创新，以专业水准为客户创造价值，始终秉承匠心，以精益求精诠释企业的完美主义，始终恪守诚信，造车先育人，车品如人品。产业升级带来汽车工业的革命，轻量化、电动化、智能化、网联化、共享化，每一次进化都是企业力量的升级。科技支撑，跨界创新，构建崭新制造体系，不断为人们提供智慧出行方案。东风正由大型工业制造企业蜕变为新时代汽车科技革命的领跑者。汽车的品质终将成就生活的品质。创造不仅为重塑汽车概念，更为定义汽车生活。坚持绿色安全发展，开放合作发展，和谐共享发展。关心用户，关注生活，关爱社会，共创共赢，共建共享，从备受尊重到匠心托付，东风不断升华工业制造的人本内涵。让汽车为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创造价值，让每一个人从价值中收获喜悦。让汽车驱动梦想。